系好安全带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确定没事？嗯，没事。我老婆都说没事了，你烦不烦呢？哦，小姐，请回座位坐好。安全带系一下啊。嗯。老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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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，老婆。乘务员，我老婆昏过去了。你要机长停停停停停停，救我老婆！我们马上帮您呼叫地面工作人员叫救护车，可是因为天气原因，我们没办法降落。那你要想办法。大夫有吗？有大夫吗？外面有大夫吗？有我老婆有大夫吗？我是。让一下。叫什么名字？我王小英。王小英，你听到我说话吗？给我一个反应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王小英，可以听到我说话吗？给我一个反应。意识丧失，心脏骤停。哎，我的衣服帮我拿一下，外套，帮我遮一下他，把他衣服掀开。你们干什么呀？要紧急除颤，你老婆可能试颤了。除什么颤呢？可能是冠心病引发的急性心梗。我老婆没有冠心病啊，我知道的。你老婆化霜包里边的硝酸甘油是冠心病的常备药，自己打开看看。好，小飞机还好。心脏不跳了，心脏不跳了，家属醒来。叶春龙，龙山医学院临床硕士二年级，刚考取龙华外科实习资格。好了，这位同学，你的手续办好了啊，哎，你慢走啊。老师您好，外科实习生是在这儿报到吗？啊，是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叶春萌。你叫什么？叶春萌，春天的春，萌芽的萌。你就是叶春萌啊？那你等会儿吧，我现在不能给你办报到手续。为什么？你自己都闯了这么大的祸，你都不知道？按规定，除颤器应该由培训过的专业医务人员来使用。听说你在飞机上称自己是医生，谁批准你的呀？无照行医，这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老师，那人命关天的时候，我只能这么做呀。这我是救人，怎么成坏事了？好了好了，你别在我这儿变了。院办让我通知你，暂缓报到，回家等通知吧。你就是叶春萌？你认识我啊？视频也修得忒狠了吧，早知道就不揽这活了。那个视频你也看了？哟，还真把自己当名人了。我可不愿意出这面，我愿意让给你得了。弄得连实习资格都待定了，晚上还不知道在哪儿露脚呢。行了，你也别难过了，我跟你是同一期的实习生，组织派我来解救你。今儿晚上你住的地儿包在我身上。你确定他在这儿住一晚上没问题吗？放心吧，我跟这值班的师姐特别熟，我刚把视频给她一放，然后我再一煽情就全妥了。而且她答应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晚上不妨碍她工作，明天早上查房之前撤走就没问题了。小叶同志，今儿晚上可就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这儿比火车的卧铺还宽呢。你听听，你怎么连声谢谢都没有啊？你这宫外孕在输卵管，万一破裂出血是会休克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开玩笑哈！你现在想清楚，现在回去要是出了问题，医院没法负责的。啊，那好吧，我留下。还真没床位了。哎，我想一下哈，待产室应该还有张床。哎，这样吧，你先住到储蓄室，然后呢建个静脉通道，之后再过来。嗯，好。往那边走。
不好意思，没事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啊？待着别动啊！对不起啊。交费了怎么办？再不来，你媳妇床位都没了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排队人特别多。都交了吗？交了。我看一下哈。可以进去吗？嗯，行吧，那先进去吧。哎，哎，小心点哈。那姑娘知道你有女朋友吗？宫外孕，丢不丢人啊？叶诗萌，你听好了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两个分手了，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什么时候分手了？是好过，速冻饺子还有个保质期呢。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最后一通电话我跟你说得很清楚，我是一定要留在江城的，你来不了。出去！再喊大声点，正好把保安也叫来。总共躺了半小时，还听了20分钟琼瑶剧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偷听别人说话？你就是为了那个男的才来江城实习的吧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愚蠢！我告诉你啊，宫外孕至少要40天以后才会被发现。你们不是刚分手一个月吗？你以为他真担心你前途啊？你说你蠢不蠢？我知道。我就是觉得奇怪，招生的都瞎了眼了，招你那么蠢的来干嘛？正好，你不是刚被甩吗？那就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